怎么是反的？OK。嗨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大家进来的好快哦。他在睡觉，哎呦，看他还睡觉还伸舌头，别太好笑，看到没？好想扯他舌头啊。笑死！哈哈，好可爱，宝宝，睡着了。啊，城市之光，我不行，我现在一点儿学不进去，家人们，真学不进去。我就副歌就学了俩动作，仨动作，就学了三个动作。感觉它太简单了，就是进不了我的脑子，笑死。就是他的动作就是没有什么记忆点儿，不是那个简，就是意思是他的动作就是那种。就是左边一点，左边一下，右边一下，左边一下，右边一下，这样子，就是会让人记不住。不是，不是自信，就是你懂吧？越是这种越难记，对，就是他动作难度不大，就是那种左边来一下，右边来一下，对，很碎，稀碎，特别难记。对，我们待播睡着喽，谢谢小风宝的礼物。对，口呼吸，哈哈。主播不是在这睡觉的吗？哎呦呦呦，咋了？梦到吃的了？笑死，怎么回事啊？应该是梦到吃的了，呵呵，应该是可爱吧，口呼吸睡觉，是，谢谢呜呜的情书，呵，毛一缕一缕的，对，因为他就是。现在洗不了澡，他现在睡化妆包上，确实是有点累。他就是口呼吸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口呼吸。偷偷摸一下，哎呦，醒喽！谢谢小绿，是小绿吧？谢谢小绿，谢谢深夜。谢谢小璇的夜蝶，呜呼，谢谢你，谢谢麦里逃生，笑死，毕业，看我们主播，哎呦，哎呦，还调整姿势是吧？主播，哎呦，吧唧嘴。真会睡啊，真能睡啊，宝宝。替大家摸一摸，替摸，完了，大家是没发消息还是我没有刷出？哎呦，吓我一跳，怎么眼睛睁开了？大家是没发消息还是我没收到？啊，我卡了，OK。哈哈，来自首啦，确实是卡了，卡路，完路，这手机没用路，谢谢摆烂人，看得你也想睡觉，谢谢天降的荧光海，是啊，就是因为我现在手机容易卡，
他小时候还睁眼睡觉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好，我们主播睡得太吓人了，一只眼睛放哨，一只眼睛站岗。教你睁眼睡觉，他没醒，其实好搞笑。谢谢阿丑 ZX 蹦迪，哎呦哎呦呦，哎呦！厉害吧？对，主播素颜，他不会被……哎呦，睡吧睡吧，好吗？乖乖，真的假的？我翻牌体验好吗？他带这个是因为生病了，然后他会挠自己。哎呦，哎呦哎呦，好好好。打结了，宝宝。真的假的？我回的很多吗？我感觉我回的没有很多。不多不多，我回的很少。哎呦，舔毛啊！你学会了睁眼睛睡觉。真的假的？好像我小学的时候也有同班同学能睁着眼睛睡觉，就是他被老师喊起来，然后去后面站着的时候，他就边站着边睡，好牛！我回翻牌没有很快，我没有很快，大家别乱宣传哈，不要虚假宣传好不好？我只不过我再回的时候很快。对，不要虚假宣传，好不好？待会儿大家慕名而来，然后开始骂我，笑死！我是找到就是有空闲时间的时候，我就会想把它一下子全回完。对，快的时候很快，慢的时候就很慢。嗯，笑死。对，我只谢谢邓成的团扇轻舞。他困了，哎呦，他醒了，醒啦，宝宝，笑死！因为我昨天开始清翻牌就全回了，然后刚刚大家又一直在发。再重启，开始宣传了，我天！对，然后马上又要开始公演了嘛，公演的时候我就没有，我就会不想回，然后就会等一等，等到放假的时候，闲的时候开始回，找准时机。确实，我有时候有强迫症，要想要回完。他一般不会叫，呜呜是个小哑巴。看他睡觉，我都想睡了。下次要翻直接睡，不行，我要偷偷翻。如果清翻牌的时候特别多，我也回不动，我就要自己默默的、偷偷的翻掉。嗨，晚上好。早点睡，好的。他还要吃药呢，他今天还没吃药，但是我找不到他的药去哪了。醒啦。他醒了，好闪的美甲，看我的华子，醒喽，笑死，
下次我再回翻牌，然后大家收到回复的时候就开始宣传是吧？开始他回了，他回来，他开始回了，然后完蛋，翻牌又被冲了。哼，睡吧，呜呜，进入循环，1秒99加，我哭给你们看，真的，谁懂99加的时候真的回不动，就是99加的时候，大家知道那种没有尽头的感受吗？你还宣传，不行。虚假宣传的呀，他们找你算账。哎呦，哎呦，宝宝，笑死！嗯，主要是你看不到还有多少助力每一个梦想。从今天开始攒钱，攒钱！你用的词儿，你这用词儿，让人真吓人。攒钱，你这是要发多少？你一个人承包99加是不是？我晕倒，别吓我。代步会飞吗？嗯。可能会哦，别眨眼，别。其实我觉得99加已经够吓人了。吃麦旋风，吃啊，点啊，但是他要我9块钱的配送费，走啊！明明就你在看，楼你都下。吃麦旋风了，我们就得出去走一走，消耗点热量，你才有那个资格那吃。等一下播了来吧，好。等你播完。我播到10点，随便浅聊一下。对啊，壮壮一直在啊。999加，别吓人好吗？别吓人行吗？我们屋主播就是不会，还没学会打字。他们说吃青食就是为了此刻的麦旋风是吗？他吃了一天，他今天就吃了一个三明治，然后他，我刚刚还吃了点薯片，哎呦我，哎呦宝宝这么可爱。城市之光学的不怎么样，副歌学会了几个动作吧？冰淇淋狂炫粉丝，那天我们一起吃那个 DQ，天呐，齁出门，死我了！等会儿出门，好，待不下去了。待不下去，再躺下去，我觉得要废了。也。和壮壮合练，哈哈！壮壮刚刚说你会了吧？来一遍。我说来不了，真不会。我看不进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左一下，右一下，左一下，右一下。我最讨厌你这种没舞了。学会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，对，就砸是着我。屋给你带播。对，哎呀，你看，可会了，可会营业了。你看，撒娇开始，就是他左一下，右一下，左一下，右一下。左边这边一下，右边那样一下，我就一点记不住。我们学会的时候觉得很难，我不觉得他难，我就觉得他很烦。就是我很讨厌记左右，跳不了一点儿。壮壮教不了我，他不一样动作。他是女的，我是男的。我也可以当男的。你别当男的，我当男的。好，我的又卡了，是不是？呜呜呜！你这样真的很搞笑，是不是很搞笑？耶！而且他都不动，啊，好的，我卡谁了。飘过去了？粉丝飘过去了，眼神无光，哈哈，确实，他这样看起来没有梦想了，失去梦想，宝宝。嗨，晚上好。脑袋空空，他真的一动不动，我怀疑他睡着了。他小时候就是这样睡着了，他卡了，好搞笑！他怎么可以一动不动啊？摸摸，
谢谢高高的蹦迪。看我的代播，怕不怕呀？代不怕。装卡，搁这儿。哎，他这个帽子要给他脱，被他脱了。嗯，这么乖呢？这么乖呢？代播爷，你们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让他帮你舔毛。谢谢，不许舔，拿开小绿，把手拿开，谢谢小世界，把爪子拿开，谢谢小千和的荧光海，他咬我，不准咬 ，no 啊，你演他，咬你演他、啊，你要说好痛，啊、好痛，谢谢零下十七度，啊，好痛，快给我吹一吹，你给我咬痛、啊，他们说我们俩看起来同款美甲，快吹，快吹，你给我咬痛啊。碰瓷儿，假装听不见。他真的假装听不见，他现在把我耳朵关起来。我跟你说，说你在说什么？他们说我们俩同款美甲。对呀、啊。哎，谁又飘过去了？说的啥？保护屋，林依稀来了，他要保护屋。西西在干啥？洗澡了屋。同款美甲怎么了？在陪伴陈山里陪他干嘛？对，他会装卡，他有时候会卡住。他一个人在干嘛？宝宝不准舔了，磕倒了，笑死，这对叫什么？哦，对他，你看着他吃药，盯着他，笑死！这个钻还好，其实舔成这样，因为他太久没有舔了。宝宝，宝宝，别舔了，宝宝，我帮他舔舔。笑死！他就是这样，他很忙，抠下来做戒指，笑死。怎么发问号？对，应该吧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洗。呜呜，我才不帮他舔舔，摸他屁股，摸你屁股，摸你屁股，我是变态。他完全不理我。摸你屁股。哎呦，你看舔成这样。你舔，你来舔，你来舔。舔毛。太性感喽。对。因为他会出汗。我不是，我是 ENFP， 呵呵，我才不是 IMBT。他在缓解情绪。真这么好吃吗？嗯？EMFP， 你打错了 ，ENFP。摸一摸舌头很可爱，舌头可爱在哪里？你是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你是什么？哎呦，口水都那个了。谢谢小白狗的团扇轻舞。哎呦，你要把自己呛死了，口水都。真的是笑死了，宝宝，不可以这样。我刚刚本来想说，要不化个妆直播。
可爱。会把毛吃进肚子里，对，所以要给它吃那个化毛的，因为就是我刚刚本来想化个妆，但是我想一想，化完妆马上就要卸妆，然后本来想素颜，我看了一眼，算了，唉。头有点痛，为什么要叫这个？看不了，还没吃。开元宇宙特效，尊嘟假嘟，大家不是说那个不是很好看吗？待会儿晚点再吃。因为我刚吃饱饭，然后要过一会儿才能吃药。对，我现在有拖延症，但现在疯狂。呜呜，涂腮红。呜。看猫咪，看主播洗澡，主播又睡觉，主播又洗澡，震惊。我摸摸，别洗了，让我摸摸。哎呀，它这一块毛都湿湿的，湿哒哒。它真的在啃，它还啃的，啃的滋啦滋啦响。摸你屁股，谢谢保安小狗的蹦迪，这个啃一啃，嗯，好吃吧？这是嚼味儿，哎呦，哎呀，啃嚼啃嚼。这么好吃，他在啃脚，你啃吧。我的房间有地毯，所以他不打滑。好吃不？这个脚，好吃吧？给大家吃一口，谢谢邓哲。嗯，你们来一口，粉丝来一口。哦，你这个眼神，算了，你自己吃吧。他们不吃，他们不吃，你吃吧。好，还一分钟就要关了，你自己吃吧啊，别客气。吃吃吃，粉丝先吃，他啃的好认真啊，他吃的好像很香的样子。好啦，十点啦，拜拜大家，拜拜拜拜，明天再聊。有一条打完字发现被撤回了，哭了是吧？好的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，用脚跟大家拜拜，拜拜。